一十二，路心花路凤21蚊，三个老友记45蚊。好啦，蓝天宝马顺利埋，全部马匹准备，妥当七场三班千二个泥地短途准备。准备。黄旗居。好，你又开闸，前面快闸嘅话轮转乾坤一发，明小子啦。咁中间黄衫老友记走上去咧，喺出边啊，内栏心花怒放。咁再后边咧，仲有姜饼人咧中档嘅，喺出边位置嘅马匹咧，咁先见到有呢个蓝天宝马出闸快，依家咧就埋唔到嚟，一路褪翻后啲啦。中间灰马就龙华金马越进宝内栏中心二气，尾三海岛巨星尾二啊褪咗落蓝天宝马包咗落尾大宝藏，过晒八百。老友记走中间咧就仲未埋到嚟嘅，姜饼人俾佢车一车，内栏位置就心花怒放喺度顶住佢噶啦。再右边马灰马龙华金马内栏中心二气啊，最出啊四五搭啊，轮转乾坤啊，后边啊发明小子啊褪啦，出边海岛巨星上啲喎，黄沙马暂时殿后嘅马，咁啊内栏大宝藏揈到最出蓝天宝马入正就系直路啦，前面透出嘅马内栏就系呢个心花怒放啊，中间位置咧老友记啊，咁啊再喺外边有轮转乾坤啦，咁啊中档位置就系龙华金马啦。内栏就系中心二气大外档咧，咁海岛巨星啊，最后百零米，心花怒放已经抛离咗两个身位啊，外边得一隻马追上嚟嘅咋，就系海岛巨星啊，中间就龙华金马，心花怒放赢啊，第二名海岛巨星，第三名咧就龙华金马，出边蓝天宝马有冇第四呢？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心花怒放最紧要出闸嘅，出到闸已经系真系叫糊噶啦，临尾度赢显示 2.2 倍，咁啊都抛离对手，海岛巨星第二，龙华金马第三，蓝天宝马系跑第四。心花怒放保重啦，咁啊，今日出闸自己就醒啦，咁再加上好多马都好似唔知点咁样嘅，有隻老友记啊，唔要难咁啊，沿路二跌咁啊，根本即系全程可以讲得上无遮无阻嘅，顺利夜马啦，海岛巨星转嚟交沙地跑到第二，喺外地赢交沙，第三龙华金马跑嚟四嘅就系蓝天宝马，蓝天宝马际遇都好惨啊。结果只能跑第四，我追翻上嚟咯。咁佢起步最 sharp 嗰只嚟嘅，咁可能窄嘅，只是叫。他预计派彩跑第一名系六嘅心花怒放啊，道人派22蚊，位置派12.5，跑第二名7号海都巨星，位置派72.5，跑第三名11号嘅龙华金马，位置派23.5，连赢位6搭7派449蚊，三门彩6号、7号、11号派4092蚊，单啲派950蚊，位置 Q 6搭7派134.5，6搭11派39蚊，7搭11派370蚊，5号跑第四名系1号嘅蓝天宝马。咪见啦，苏生同埋阿爸爸都入咗嚟啦。睇下个组合独赢3-1啊，胜出组合 A 一隔夜热门派14蚊。话胜出佢历来嘅第二场头马，好准嘅马啦，但系就胜出率就唔系话特别高。亦都有时阵上际遇唔系太好啊，咁又会喺后边。今次就好啦。系啊。今次人哋都帮埋一份啦。一档我哋都话呢啲马输嘅理由就系会俾人运嘅啫，因为同场真系有马快过佢，而家竟然系冇人愿意去还越佢嘅。嗯，睇下四连环啦，派1001蚊，系只好老老友记啊。早段又俾只12号姜饼人摄住。跟住之后佢已经冇办法啦。你睇埋佢啲动作先啦。Yeah, 我都想讲，睇埋四重彩先，18,780蚊。即系佢都佢嗰个势啊，唔系势凶夹狼咁，我要带出嚟嗰种咯。唔嘥力想埋嚟啊嘛。系啱，我都觉得佢全程唔贴栏嗰度高级啊嘛，唔好跑出粮啊，真系。系啊，唔嘥力想贴栏。唔嘥力唔想贴栏啊。嗯。佢想顺住去，又唔想嘥咁多力，系啦。跟住然之后，点知阿汤志杰又喺里边又有人睇场留影片，唔生锈咁样，系咁怼。有鬼咁啊条栏。系啊。好啦，突破到啦，足之上三班赢马啦。之前一场喺四班嘅啫。系咯，赢完之后，唉，你要埋好瞓啊呢啲。今日呢啲真系天造地设到都唔知点解释嘅赛事啦。四边啊，莫雷拉。都偏慢添咯，步速其实呢一场嘅步速系比头先嗰场四班千二啊黄浩南房嗰个步速系更加慢咯。嗱，咁系咯，你都识讲啊，呢场系偏慢啊，咁嗰啲马又做紧乜嘢？
马主一家都几代同堂啦。一齐拉头马。今日田泰安真系跑几只马都好似有啲问号喺度啊！张巡逻影片睇清楚，睇下竞赛小组会唔会又问下啦？暂时系四边，真系暂时嘅啫。头先都讲啦，下边只只大热嚟嘅，跟住就涌区。而家未过关就三倍，都系女神嘅大热门马。今日搭住何贤已经零赢咗两场噶啦。姚礼德都起翻个马噶，今日两 win 一 Q 啊！今日大将风驰、心花怒放，同埋一只再食磨难。马房尾场仲有只好靓仔，跟住又到啊雷神拍住何贤啦。嗯，今日个组合啊真系劲到不得了啦，两边喺手噶啦。嗯，即系你又有乜法子？真系唔系我形容佢，即系马马话生日噶啦。系啊，礼拜三咪赢四 win， 今日暂时又四 win。嗯，人哋两日啊八场，系咁封利是俾佢。我计过咧，佢系潘。顿柏堡同埋韦特加埋嗰啲头马数字嚟嘅。嗱，睇下场内影片啦，呢场系真系我都有啲晕嘅。你睇下起步啊，虽然话的几两步系积极啫，咁但系旅游机，你睇佢啲手势啊，发明小子都快过你啊，姜炳宁都骑翻上嚟咧，中间仲有只轮转乾坤，冇人好愿意、好刻意地系想骑过只心花怒放埋去嘅。咁你按你呢度有几隻都係快马嚟㗎嘛。睇返第二针呢，越进保浅难三啦，咁然之后就係嗰隻龙纹金马啦，都好唔好稳定啊嘛。喺佢后面係海都巨星啦，然之后入面就中心二气呢，大宝藏有咩意呢，拉返落去呢就係嗰隻蓝天宝马，其实佢明明起步係第一隻嚟㗎。返嚟又追得唔错啊。喂大佬啊，呢啲即寫稿容易寫啫，车前到后係咪田泰安，大家头先睇到啦，佢一路咁抽住啊，咁样佢真系冇意识话推多几步咁啊埋难嘅，咁啊唔知点解嘅吓。其实松咗已经得啦，都唔使骑啦。不过佢哋一路都冇松咯，咪就系咯。咁啊，结果就全程咁样见到心花怒放，揽住条栏，无遮无阻嘅，开边海到巨星追上嚟。即系我哋唔系话老有几过佢心花怒放会输，但系起码都跑啱翻，人哋要跑翻啱先啦，系咪？嗯，最積極嘅反而阿姜餅人啊，湯志傑啊，福邦賢不派彩作實，不過就馬除咗眼就唔係好夠快，冇辦法。位置 Q 六搭七派一百三十四个半，六搭十一派三十九蚊，七搭十一派370.5元。組合獨贏三揀一，勝出組合 A 一甲夜熱門派14蚊。咁啊過完關之後，湧區得翻18蚊啦。四連環派1001蚊，四重彩派18780蚊。孖宝六场一，七场五号或者六号派87.5，六场一，七场七，安慰奖派321.5。孖 T 留意第七场啦，七号、十一号拖五六任何一匹都得，派67509蚊。分段时间23秒74、22秒37，到末段12秒4，总时间1分08秒51，总时间系快于标准时间1:04。